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第一章。做使徒的保罗，不是由于人，也不是借着人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，欲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，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，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，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，为我们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。但愿荣耀归于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照你们的，却从别的福音，那并不是福音。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但无论是我们，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，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，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若仍旧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，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。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，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，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，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，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，唯独往阿拉伯去，后又回到大马士革，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，和他同住了15天。至于别的使徒，除了主的兄弟雅各，我都没有看见。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，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。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，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，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，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。加拉太书第二章。过了14年，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，并带着提多同去。我是奉启示上去的，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，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，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。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，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，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，要叫我们做奴仆。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，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，不论他是何等人，都与我无干。神不以外貌取人，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，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，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。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，也感动我，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。
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，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、基法、约翰，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，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，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，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，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，因他有可责之处，我就当面抵挡他。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，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，及至他们来到，他因怕奉割礼的人，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。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，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。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，与福音的真理不合，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，你既是犹太人，若随外邦人行事，不随犹太人行事，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？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，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，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，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，不因行律法称义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，却仍旧是罪人。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？断乎不是。我素来所拆毁的，若重新建造，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。我因律法，就像律法死了，叫我可以像神活着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我不废掉神的恩，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，基督就是徒然死了。加拉太书第三章。无知的加拉太人呐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，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，是因听信福音呢？你们既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你们受苦如此之多，都是徒然的吗？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？那赐给你们圣灵，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，是因你们行律法呢，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？正如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，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，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，因为经上说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律法原不本乎信，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
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弟兄们，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虽然是人的文约，若已经立定了，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，神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我是这么说，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，叫应许归于虚空。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，就不本乎应许，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。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，神却是一位。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还未来以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腊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加拉太书第四章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，虽然是全业的主人，但为孩童的时候，却与奴仆毫无分别，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，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，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，也是如此。及至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可见从此以后，你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嗣。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。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，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，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，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？你们谨守日子、月份、节期、年份，我为你们害怕，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。弟兄们，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，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，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。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，是因为身体有疾病，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，没有轻看我，也没有厌弃我，反倒接待我，如同神的使者，如同基督耶稣。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？那时你们若能行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剜出来给我，也都情愿。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。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？
那些人热心待你们，却不是好意，是要离间你们，叫你们热心待他们。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，原是好的，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。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，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，请告诉我，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？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使女生的，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。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，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。这都是比方。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，一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，乃是夏甲。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，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，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，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他是我们的母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不怀孕不生养的，你要欢乐，未曾经过产难的，你要高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弟兄们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。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，现在也是这样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？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。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，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。加拉太书第五章。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我保罗告诉你们，若受割礼，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。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，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，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坠落了。我们靠着圣灵，凭着信心，等候所盼望的义，原来在基督耶稣里。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，唯独是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你们向来跑得好，有谁拦阻你们，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？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，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。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，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，必担当他的罪名。弟兄们，我若仍旧传割礼，为什么还受逼迫呢？若是这样，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。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。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你们要谨慎，若相咬相吞，只怕要彼此消灭了。我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
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。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，就当靠圣灵行事，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惹气，互相嫉妒。加拉太书第六章。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了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，在道理上受教的，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。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行善，不可丧志；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所以，有了机会，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！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，都勉强你们受割礼，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。他们那些受割礼的，连自己也不守律法。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，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，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凡照此理而行的，愿平安、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。从今以后，人都不要搅扰我，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。弟兄们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。阿们。